威廉斯第一步已经带进来了，又是一个勉强的出手，哇 ，unstoppable， 很少，上场时间在六分钟左右，所以看出来他的效率相当高啊，在六分钟能够得到十分，表示他非常有把握的地方去做对的事情。海神不急，哦，空档出现了，哇，糟糕，禁区不设防。威廉斯一失去了自己的脚步之后，马上就会霍尔上演暴扣。阿蒂诺场均26.1分，哦，这球直接被卡西亚带过来之后，360度的双手暴扣，对，一次成功的防守啊，然后卡西亚做一个 show time 360的暴扣啊，真的不要以为卡西亚今年已经30岁以上，他还是蛮能飞的哦。然后前面快攻的机会，林伟汉再给拖车，阿米奥再找到了火拳艾斯，追平了比数104-104，剩下1分15秒的时间。现场看这球真是血脉喷张啊！这个球漏掉了，再往前走，下了一对一，二打一，在一个背后传球找到艾斯。夏洛跟艾斯这两波进攻的连线，帮助了球队108-104。中信特工这一波来来回回，对中信特工来讲真的是，节奏、速度，这个背后传球跟火拳艾斯两次的转身投篮，加上这一波的快攻。